你跟我加在一起就是我们。小茂最后是怎么死的？对，小茂没死啊，没死啊，所以你们代表什么？没死啊。说不紧张真的是假的啊，一样老话一句，好好的去享受比赛。防守守得真好，好灵智，真的没有送球。我们第一次对黄队，我们就在这边输掉，我们更想的是在这边站起来。打击也是打穿了中间的防线，来到了全垒打强切，传本垒。他不应该造成我们内心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起伏。你跟我加在一起就是我们。小茂最后是怎么死的？对，小茂没死，没死啊，所以你们代表什么？没死啊！爸爸，下球。